时期可谓各有千秋，难分高下。而后各家各派在传承过程中经历了种种曲折变故。后来有人用临天下曹与角来描述唐宋意象的禅宗格局。其实在北宋时期，云门宗曾云集大批高僧，成为禅宗第一大宗派。他的见地最高，他的门槛最高，所以这个宗门下的这个境界是不是其他的，是讲道理的，他是靠心理来悟的，所以坚定。后来所以这个门槛太高啊，门槛太高了，到了宋朝以后，到元朝这段时间就进不去了。因为没有这个年代，他就不缺了。上世纪四十年代，近代高僧虚云长老来到云门寺，当他看到古寺年久失修，残破不堪，但文言祖师肉身犹存，遂发愿重新云门宗祖庭。此后，年逾百岁的虚云老和尚在粤北韶关建寺安僧，为复兴云门祖庭而鞠躬尽瘁。虚云老和尚所恢复的，从严格的意义上讲，他不是恢复他的宗风，他是恢复他的这个宗派啊。就是说，这个传承，这个宗派啊，有这个祖庭，这个宗派不能断绝了。至于说这个宗风能不能得到恢复，那就有待后贤啊一步一步的来做。上世纪五十年代初，虚云老和尚离开云门寺，他把重振云门宗风的重担交给了自己的入室弟子，年仅三十岁的佛缘法师。1953年，佛缘法师继任云门寺方丈。我是没有老和尚，也没有云门寺啊，不可能恢复。如果老和尚不他不叫我回来，我不在云门寺啊，我不回来，那么这现在云门寺也是没有的。所以我觉得呢，孤儿啊，这个孙子是很难遇啊。老和尚他这个大圣子是我们的老和尚，是一片真心，一教很深，所以老和尚叫我回来我也回来啊。他们啊来看到这样子的，这个都是大善啊，老和尚搞好了又会教，会教如果我不回来搞，谁来搞呢？就是我来搞。所以现在呢，我要还是回来了，人们就恢复这个真心啊，就是我他们老和尚跟你们这的关系，我谈老和尚的关系，也是我谈你们的关系，就是一个这样子的。我们是保持一些啊，坚持神仙很诚实，自证面目哎，保护哎，就是保了这样子的这个啊，真实一个念头，我来搞这个圆满这里。